据天空体育报道，伯恩茅斯已同意打破队史转会费记录，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签下莱万特中场杰弗逊莱尔马。莱尔马将在本周末前往英格兰接受体检，并与俱乐部就个人待遇问题展开谈判。这位23岁的后腰从2015年夏天起就在西班牙踢球，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都是莱万特的中场主力。去年莱尔马完成哥伦比亚国家队首秀，并在今夏代表球队参加世界杯。在世界杯开赛前，天空体育就曾报道称伯恩茅斯要签下莱尔马，但当时英超军团面临几支德甲球队的竞争。不过莱尔马本人更想去英超踢球，球员的意愿也最终促成了转会。伯恩茅斯目前的转会标王是阿克，去年夏天他们花费2000万英镑从切尔西引进了这名球员。